接下来请您欣赏周文王，表演者谢谢您啊，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挺好，太感谢。刚才郑豪老师跟那个刘哲刘老师说这么一段啊，吃挺好，下去擦桶子也算吃饱了吧，还是下去休息休息，把我们哥俩也换上来。刚才呢都介绍完了，这回也不用介绍了啊。孟鹤堂、周九良两个小学生智力成熟的书香，我们哈尔滨也算是汇报演出，把这一年的成果都给大家看一看。那这两个演员一直都在努力的状态啊，也不知道我们二位何德何能，大家伙能买这么多票啊？哎，看完就这意思，就这意思。就是在这儿呢，没有别的。然后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演职人员，谢谢您各位的到来，谢谢。一说到这儿啊，心里边比较感慨。第一个节目说我们小的时候的事，小的时候确实我们哥俩走得挺近的，我们哥俩也算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，交情比较好啊。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比如说啊，我们哥俩关系好，不完，我们哥俩关系好，同样我父亲跟他父亲关系也好。对，好到什么程度？哎，假如说有一天，他爸爸要见不着我爸爸了，是，那就得堵着我们家门口叫我爸。哎，关系这么好，这是关系的问题，两家啊都特别的融洽。融洽上我们家叫儿子，也叫啊，叫，那就是子一辈的交情啊。是吗？是啊。你看我们哥俩相好，同样我儿子跟他儿子也相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假如说有一天我儿子要看不着他儿子了，就堵他们家门口喊他儿子，对，炸死你！关键事儿没完了，你关系好，关系特别好。那小时候我最爱跟谁玩？跟他爸爸玩。他爸爸大伙都知道，骑自行车掏裆。他爸爸，哎呦，老头太好玩了。老头老北京人，老北京人呢，皮龙驾照揉核桃，对，什么都喜欢。没人喜欢揉那核桃啊，看这核桃杠杠巴巴的，麻麻累累的，一点儿就得盘，就得盘。这个不算爱好，这不算爱好。在北京城，你扫听周九良他爸爸啊，没有人不知道，那都是一跺哎一跺脚，四九城乱颤。是，北京城四九城没有不知道他爸爸。周文王。您呢？什么名儿？他爸爸叫周文王，为什么叫周文王呢？什么意思？他爸爸那号称啊，纹身小王子。怎么还纹身呢？喜欢纹身呢？爱好这？爱好叫爱纹身。是吗？打那的碗儿？哪个碗儿？就那会儿啊，捏会儿，捏一会儿。哦，那会儿对。那会儿他爸就爱纹身。那会儿最早那会儿没有什么那个。纹的那么好看的，花里胡哨的没有。那什么呀？很简单。什么东西？他爸爸脑门这儿最明显，脑门这儿纹了一个刀字儿，就蓝色的那个刀字儿。哦，脑门上一个刀字儿，字儿，刀字儿。那甭问，我父亲就是喜欢练刀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本来想纹一个忍字儿，没忍住，心自己没纹上。啊，这就拿纹身练呀。哎。老头也壮，八块腹肌，哎，熊脖子外翻，
见了肉，一把抓不透不凶毛，毛发。没事上公园啊，公园跟人要筋肌肉去。人老太太那跳广场舞呢，他挪跳。看看这纹身，是这还有纹身呢，还有这是胸毛吗？胸毛两边，两边这边蝈蝈，这边蛐蛐，纹草虫，纹俩草虫，得有立体感呢。干嘛呀？你这一抖胸，感觉好像要往那个胸毛里蹦的。哦，纹身就得纹三 D 的，有活力感。哎，这不算完啊，是这边这胳膊纹了一条过肩。过肩纹，过肩的带鱼，带鱼，纹一海鲜呀？怎么？本来想纹龙来着吗？啊，没忍住。不是有这功夫把那个心自己纹上行不行？不知道自己脑门上缺心眼了吗？人家是聪明哈，我忘了吗？这纹了条龙，啊，纹条龙没纹了，纹了龙身子，没龙脑袋，没龙头，找谁呀？门口张大爷，修自行车，张大爷过去画个国画，干嘛呀？纹身呢？找修自行车纹身？对，张大爷画个国画有点这手艺，啊，他纹身跟别人纹身不一样，别人纹身都拿这个纹身机，那纹身机。那纹身机一天下几个蛋呀？纹身机下什么蛋？这什么品种的鸡？纹身机，纹身机机器。哦，那我怎么听您像就是长学问？我听他们都说那个纹身枪，他们误导我可能就是。对，纹身枪嘛，人都拿纹身枪纹，人老头不得拿自行车辐条，弹幕，给他爸爸扎，纹这龙头是，老头手艺也好，不一会儿纹好了，15分钟，龙头纹完了，爸爸照镜一看，嘿，水龙头，啊，还往这浇水呢，啊，这水整滋这胸毛上。现在胸毛越发的茂密啊，行了，挺好，一龙改了水管子了，龙算纹瞎了，纹什么呀？还是上手的，纹虎，纹虎过去讲究，什么讲？纹虎分上身虎、下身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下身虎是恶虎，要吃人的，是吗？老张，就这，哪儿？下身虎，后背，纹一满背啊。别糟践地方，都纹上，这是一个大工程啊！他爸往这一趴，哦，老张头这边站住，还扑扑扑啊！扎车胎子，扎车胎干嘛？给他爸纹这个，哇，他纹，纹老张头也是，岁数也大了，手也抖，纹的有点不太像。叹什么气呀，老周？啊，叫我爸。文王。我不要叫昵称了，就。行行。啊。又没忍住是吧？行行。啊。这个虎啊。啊。纹的有点不太像。这是张大爷，这是我奶奶。中午刺字是不是？纹的有点不太像啊！哎，啊，你喜欢黑熊吗？对，这得多不像啊！这两个好像是两个品种，改黑熊，熊，好吧，黑熊也行啊。啊，纹吧，比例可能没算好。纹这黑熊，嗯，黑熊纹的也不好。啊，文王，行不行？行行，这是给我爸爸上刑呢，这是。这个黑熊啊，纹的有点儿，哎，你喜欢黑背吗？这样让张大爷赶紧修自行车去吧，啊，别纹了，再纹出一吉娃娃来。
纹什么吉娃娃呀？纹什么黑背、啊？黑背吗？狗吗？不是狗，什么呀？黑黑的背。哦，就是张大爷给我爸刷层漆。行了，胡也没纹成啊，那纹什么呀？那是我爸爸真苦啊。对对，纹狮子，嗯，狮子没地儿了啊，嗯，狮子可没地儿了，就剩肚皮这点地儿了啊。往肚皮这儿纹，是吧？狮子好纹，还找张大爷？那只有他会纹呢，他有自行车辐条啊，对不对？张大爷拿自行车辐条给他爸爸纹这狮子，便宜没有？连一点点纹呢。我一会儿纹好了，他爸爸一照镜子，好家伙，这一肚皮6000多只狮子，六什么狮子？狮子几个个子吗？骂骂咧咧的，老张头那个理会能力稍微差点，但是他爸爸这6000多只狮子好像一直一般有没有有点密集恐惧症都进不了他爸爸身上。胖的爸爸那个恶心劲儿，挺好一爸爸给我纹成好像在火龙果了。怎么办？这一身骂骂咧咧的。难的。行了。行了。太难看了啊！怎么办？盘他呀！笑，谁说的这是？太难看了，怎么办？盘啊！谁？二楼的吧？刚才人没打岔，是二楼。这一身怎么办？盘他。听相声别打岔。没你啊，乱不了。弄什么织毛衣呗，后台的。我说得了啊，啊，他爸爸织毛衣，盘他上吧。多多关注这种自闭症啊！织毛衣，人老头有这手艺啊，小时候跟我们同学学的织毛衣，织毛衣自己织，自己毛衣自己织，自己纺毛线，自己产的毛。对了，上哪儿产的毛啊？他爸爸一换季掉胸毛啊！什么呀？织毛线织，这不还是黑背吗？自己织，织完毛衣，哎，穿着挺好。嗯，哎。一大坎肩儿，啊，老穿着，哦，春夏秋冬甭管冷热啊，都穿着，哦，就喜欢穿，脱不下来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跟胸毛织一块儿，看着点儿。哎，你老头一出门，可漂亮，是，哎，穿这个哪儿漂亮啊？这毛衣漂亮啊，毛衣漂亮，我觉得脱了毛衣更漂亮。下身不穿裤子啊，胸毛啊。也咱也别老织毛裤了，人自己长了条毛裤。好，那飘着那腿毛啊，好跟山有似的。穿一大裤衩，大裤衩，搭一板带，嘎着窝加块海绵，不是，加海绵干嘛呀？加个骑自行车啊。海绵，行，不得加海绵，为什么呀？骑自行车，你琢磨他爸爸掏裆啊，掏裆扎着窝往大梁一下，他省一个大窝。蹬自行车出去玩，您说的这段是一个电视剧，连续剧，反正儿子都死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出去野去呗，啊，老四死自己手里，对不对？没办法。也就呗，就剩这么一玩意儿，也不用他管，他妈管了呗。有我爷爷，不是爷爷。再不行，还有一个穿山甲呢，对不对？他能照看我。能不能少看点动画片？谁提的？不是我提的呀。谁穿这片儿？不是，有主要是那蛇精啊，他蛇精啊。他爸爸没事骑着这个自行车，
出去溜达。嗯，上哪儿？上公园。是公园，练练练什么呀？嗯，铜铁球。铜铁球啊，哦，铁球这东西不能直接吞啊，你得先练，把嗓子眼打开了，弄那个小花卷，这么大小花卷，蘸着这个，蘸水，嘴里一搁，嗯，它好下的，下的多快，一提气就出来，花卷有的是，一个战锤。嗯，这回行了。再来一个。哎，没行啊。这惦记从哪儿出来的？什么意思？掉地上了？掉地上不要了就扫一扫，那浪费粮食，对不对？你看地真脏，都黄了。站沙子堆里蹲着。出来了，这回行。嗯，哎，摆劲了。没有沙子了，是啊。嗯。要是练成功了，练什么了？练那铁球，这么大铁球，嘴里扔。对对。练完铁球练什么呀？啊，练宝剑。宝剑。宝剑，拿那个白菜帮吞宝剑，吞哦，吞宝剑。哦，这更危险。拿那白菜，白菜帮削成小薄片，哦，往嗓子眼里捅，天天站河边受着嗓子眼儿，哦。什么时候不干净了，不痒痒了，不恶心了，换小竹片这么大，哦，慢慢来。耳童。老太太边上看着也鼓掌啊，你嗓子眼，老太太都来了，干嘛？我爸给老太太教学去了是吗？教什么学？不是，科普呢是吗？不用科普这事。老太太出什么宝剑？不是，你爸都跟老太太学。后来就练成了，练成了，有一天练成了，得用真宝剑，找一大宝剑。什么叫大宝？大宝剑，两米多长大宝剑。我爸，我你等会儿，我爸爸刚一米七，找一两米宝剑。嗯，你甭说从嘴进去了，从脑门进去，脚底下出来了。练的不是通宝剑，是练的八臂兽啊！这是。啊！我爸爸给小波牛代言去了，怎么着？不是，那你昨天得用什么宝剑？一尺长，就是扇子那么长。小宝剑，来一小宝剑，这么大。老太太都叫来了啊！把毛衣。脱不下来，只能搂到这儿，把绳子搂住，看这大毛裤，把这宝剑举好了，老太太都看着，往这嗓子里边嘘，就剩一半，在这儿挖着，嗯，在这儿亮相，亮相不能低头啊，嗯，一低头我就把自己窝死了，什么叫窝死呀？出来，多新鲜，你知道吗？啊！走！嚯！嘿！这一亮相，老太哗全乐了。你干嘛乐呀？一亮相，带出一花卷来。我说这个花卷不能蘸水吃的。这练呢？嗯，练这个不光练这个。哦，明儿练什么？练崩弓子。弹弓子呀，啊，弹弓树杈，卡布拉，那会儿弄一个，不是什么叫卡布拉吗？这不是标准的东北人，
啊，那个就是树杈这个角这儿就叫帕帕拉。啊，讲讲这都知识点啊，哎，普及一下这个，普及一下这个普通工的苏联语猴皮筋儿，猴皮筋儿，他爸爸打东西不瞄，我看啊，打那边吗？他爸爸拍这边，我爸爸边界小姐，啊，完了，提前瞅一眼啊，提前瞅一眼。就是一声，打了多少老太太？用苗吗？谁让老太太围过来的呀？不是练着蹦蹦子，不让老太太看啊！练蹦蹦子，啪，就这一下，您猜怎么着？嗯，王寡妇家玻璃准碎，踩人玻璃去啊！蹬自行车，拿着蹦蹦子出小地儿，啪，王寡妇家玻璃，啪，照寡妇家玻璃。送寡妇家玻璃，啪！反正这一村寡妇家玻璃全碎了。是吧？可不碎寡妇家玻璃吗？但凡有爷们就打死他了。反正喜欢练这个，怎么那么欠呢？喜欢练这个啊，王寡妇。给你不是喜欢练蹦蹦子，喜欢练王寡妇呀？这是。练完蹦蹦子给王寡妇按玻璃。对，张大爷还给把王寡妇家车胎扎了，他给他补胎。这么恨那王寡妇？这王寡妇死在这俩老爷们儿手里了。这个崩弓子，崩弓子不是最好的。嗯，什么呀？射箭。哦，弓箭。他爸射箭射最好。嗯，一张大弓，搭满了弓，一丈开外放这么大一老钱。哦，老钱中间有一方窟窿。说这老钱打这老钱不叫能，得从这老钱这眼儿这穿过去，这叫能。穿过去全过去不行啊，这箭得弹在这眼儿上，这叫什么呀？箭射金钱眼，凤凰搭目。第二支箭把头一支箭顶出去，凤凰抢夺。第三支箭把第二支箭顶出去，连中三元，箭射金钱眼。哦，有知识。这一下，这不抽脸上了吗？前手是吗？箭射金，箭打金钱，我爸爸叫金钱眼儿。那你妈怎么说？杀后手，后手。嫌刚才那一下不够匀是吗？我还腹背受敌呢。咱也不会呀、啊，咱也不会，反正就拉满弓。啪！准打那眼儿上，就打得这么准，就那么说打窝不打眼睛，说打眼珠眼窝都不得沾。嗯，就这么准。出去打鸟去，打猎。啊，他爸背着弓，是喜欢，喜欢没事打猎。这边拿弹弓，骑自行车，肩膀上站只鹰，站只鹰，站只鹰，打猎嘛，得有个打猎样，肩膀站只鹰。不用，你让那鹰坐这后座上。后座安全，后座容易让人踢下去。这肩膀上，一只这鹰可漂亮，是苍鹰。他坐后座踢不着。就是老鹰啊，老鹰，苍鹰天上飞的，别幽默，这么大苍鹰在肩膀上，你琢磨他爸背着弓，啊，这手拿弹弓子，是，蹬自行车，苍鹰肩膀上站，对不对？出去打猎去，鹰在肩膀，我说那鹰坐后座。
你出来打猎，荒郊野外老能碰上那些个危险的动物。什么动物？什么动物？那天走着走着碰一什么呀？眼镜蛇。毒蛇呀！毒蛇呀！啊，他爸是瞪着，一会儿天哪，唰就立起来了，冲他爸那吐舌头，不是。这是眼镜蛇，这是练吞铁球没吞没练过。他爸爸一琢磨，好家伙，咱藐视我啊！那你上哪？鹰。回头一看，鹰也。跟他爸爸都同步。那蛇立着冲他爸。我这我爸是连体鹰。咱藐视我啊！不知道咱是干什么地方啊？摘着大弓射着蛇，你摘着弓，啪，鹰打。鹰就不懂。我四哥有这技能不是？没射着，箭射金钱眼都能射着，射他蛇会躲呀，不是躲呀，再见，不是，这怎么办？这会儿怎么办？鹰派出去了，就这只苍蝇啊，这怎么办？这只苍蝇，他爸爸说：“好家伙，我弄不了你了，咱有鹰了。”一抖着肩膀，苍蝇嗡，旁边起了一个蛤蟆。这个故事好像被我聊死了。没事，我们也是抱着一个看恐怖片的心情。那个鹰呢？啊，苍蝇，那苍蝇啊！啊，科幻，好科幻。苍蝇啊，一抖着肩膀，苍蝇直奔云霄。奔那蛇就去了啊！我以为飞走了呢。别飞走，飞走那叫什么呀？那鹰太不讲义气了，对不对？冲着那蛇就过来，嗡，回家了。因为觉得路途太颠簸，还是飞着比较平稳。下班让他直接飞回家，这回家之前还非得炫个技是吗？剩下爸爸自个儿怎么办？他怎么办啊？跑跑，跑你跑不了。眼镜蛇在这个草地里头比人跑得快，而且越跑它越追你。那跑不行？不行。等死。那也不行。抽根烟。冷静一下，等死，还是死吗？这时候啊，有技巧。这个蛇呀，你别动作太大，动作太大，它对你越敏感；动作小一点，大家都学着，有时候可能碰你。哎，眼镜蛇冲你爸爸这立着，悄悄的把烟拿出来。我不教你办法，你这教我办法啊！打工，摘下来，慢慢的啊，慢慢的，瞄准蛇的脑袋，啪，就这一下，怎么样？把他眼镜打掉。趁他看不着这玩意儿，赶紧跑！你琢磨眼镜蛇没有眼镜，他就不叫眼镜蛇了。真是听的，拿一棍把他眼睛打掉了，他瞎看不见。人啊，人啊，你赶紧跑！你这不如坐那儿抽根烟等死。你废话，眼镜蛇他，你琢磨他找眼镜还得找一会儿呢吧？对不对？那找眼。
么要戴一个？他没有手啊，他怎么戴呀、啊？眼镜戴上了，你爸爸也跑了。反正那次脱险了，下回别碰见这蛇了，你千万不要碰见这眼镜蛇了。嗯，这会这回他长记性，回去做手术去。话又说回来，做什么手术？激光手术。你爸爸姓郑，你怎么姓周呢？说蛇呢？谁戴眼镜啊？我戴眼镜啊。哦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蛇呀，反正是躲过去了。甭管怎么着，你爸爸捡回一条命。是。话说回来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什么意思？一转身，你爸爸碰到大老虎了。老虎，哇！啊！你爸爸，好家伙，没办法，怎么办？带着一盒烟呢。什么招？把弓摘下来，啪！就这一串啊，把老虎那王字给他打掉了。